哎呦！签字。你别装孙子啊！喝下大话了，就得像个爷们儿。哎呦，我这是招谁了？也不让我睡觉啊！签个字还得臭显摆。哎。你那笔是黑色的吗？人要说不是签字笔不生效的话，可不行耍赖子。这回我可是认真的，你好好想想吧，别以为求求你了，五分钟，就眯五分钟，然后一定听候发落。谢谢大姐，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许叫我大姐。呵，你能耐了，正事你没学会，倒学会偷鸡摸狗了。你手机打成震动且不说，还藏在枕头底下。没有的事。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没有就拿给我看看。凭什么呀？你说凭什么呀？拿给我看。不行啊！哎呀，抓人了。强盗！哼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李，我。其实我叫护峰，是电视台的纪录片编导、摄影。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就被大家由老护喊成老酷了。酷，这个听上去挺时尚、挺洒脱的字眼，跟我扯到一块儿，多少有几分搞笑了。面对日益强调市场化运作的电视节目拍摄，想坚守一点自己喜爱的创作，常常显得尴尬而无奈。居家过日子的柴米油盐时时提醒着你，兜里的银两过于散碎了。洒脱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道歉。
这回就得多少日子？记着，看好了，磕了碰了我可。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那检查的那叫仔细，这不完璧归赵了吗？要没什么问题，就把账票拿来吧。他这样肯定不是当件的事儿，还是赎金不够，这都来两回了，就为他那么点物件。拜托了兄弟，啊，好好给我养护着点，改天我请你醉一回。哎呀，客气了，哥，客气了。哎，姑娘，对，是我叫你，我们不认识，但我没有恶意。你的那柄箫多少钱赎金啊？不多，2000。但是我今天没有带够钱。他对你很重要吗？啊，我也一样，当掉了摩托车，现在就像残废了一样。我得走了。我可以替你赎出来。我猜，他应该有个故事。那柄箫，和箫后面的事情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允许我拍摄他，当然，还得给我讲讲他。一。那你给我留个电话吧，我好还钱给你。你也给我留个电话，哪天好联系拍摄。钱就不用还了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那柄箫应该是有年头的玩意儿。我没有答应你拍摄，我还你钱。走吧，师傅。您的摩托车很漂亮啊。不接就别渗着了，哎，我们可是会预交所有租金的。他这个是在企业剪的宣传片，快。对，嘁哩咔嚓，对不对有齐活。库爷这纪录片回回都是拖着欠着的干。库爷的片子，我说这小子怎么有日没见人影了？感情又弄这费力不赚银子的活。他老兄那片子抠的那叫一个细，我可不能等到后边，要不我先把款交了。哟哟，霍老师，我交款去了，怎么样了，简的？让我瞧瞧。怎么着，哥哥？欠我机房。片子挣钱多也不能这样啊，好歹，咱也是一个台里混的。没那事儿，没那事儿啊，哥几个忙着，哥几个忙着。书稿的质量呢，绝对没问题。但是，考虑到这个内容啊，难以保证销量，这就需要作者呢自己来包销1000册，这样呢书才能顺利的印刷、出版、发行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回个信息，您再考虑考虑。喂，我有良心吧？你赚了外快，不想陪我买点什么吗？我这回片酬不太多，赎回摩托车来刚够。你，我真没骗你。哼，要不咱下回。关什么门啊？注意影响。咱们俩可是协议离婚了。还没换绿本吗？干嘛呀你？路过。你过呀。记得仁兄说过，净身出户来着，没错吧？那您呢？就赶紧收拾收拾，奔前程吧。我就不留您了，这多待一会儿少一会儿的，没多大劲。我呢，还要挣点上班，养活自己。记得你说10点钟约作者在家里谈书稿的，扯什么正点上班的谎啊？哄我啊？自由了，你去吧。哥，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快点？还这么慢，还不带工牌儿？又头，赶紧的你，快点找刺儿呢吧你！我先走了。都几点了，还磨磨唧唧的？赶紧停这儿，咱俩开会，开这儿。
我还要吗？你一块收着得了。我说文妹，这字儿没签好啊，正睡着觉呢，那时候笔锋没出来，你看。你也就剩下这两笔字了，都是干电视了，人家一个个的都脱贫致富，钵满盆满的了，就你挣不着钱，哼，搞艺术，屁艺术，干了这么多年就把家弄成这样，还好意思跟人家说呢，我是干编导的，笑什么呀，好意思吗你，丢不丢人？大家都精神一点，不要老是这个样子，坐直了啊！这个多余的话我也就不说了啊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台里的态度很明确，一个字，收视率。啥字？钱。别起哄啊！没错，有收视率就有广告，收视率丢了，也就没钱了。现在我们可是掉到第五了，倒数全台，该引起重视了，除非大家想被淘汰。可是收视率也不能一刀切呀。咱们也不是娱乐节目，也没有可比性嘛。就是啊。所以，我们得拿出几个叫得响的片子，弄个奖什么的啊。老顾啊，就是老顾啊，老顾啊，老顾啊，反正啊，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饿肚子的时候觉悟去了。一直听着呢吗？不是，你的包。再也不这么活了。狗能改了吃屎我就信。这个 DV 机你还是拿上吧。不拿了吧，他是给你买的。拍了我几回啊，一盒磁带还没拍完呢，你都不玩了，要他干嘛呀？以后我连你都拍不了了，我还拿他拍谁去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别忘了，周五的下午去办理离婚。还是把他留家里边吧，好歹也是个念想。想我的时候就看看他，为夫我不能再一天到晚的疼娘子了。你要是不怕娘子把他卖了的话，就搁在这儿。有零钱吗？50就行，我领了拍片费就还给你。没零的，拿去吧，别喝了就成。别忘了你该承担的房贷。
谁呀？我是来谈稿子的作者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差点意思，没光啊。今儿这天儿挺凉快的啊。走，乱扔烟屁，罚款5块。哎呦，大妈，我这个真不是故意，您别，哎呦，怎么着？您看这地上烟头多了，您怎么不管呢？你乱扔烟头，还想管别人？啊，今儿逮着你了，认罚吧。罚？现在打着不明旗号蒙钱的多了，您有执法证明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哼，要不然站这儿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哎呦，看见没有？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大妈，您这给塞哪儿了？都搜了。别废话了，拿钱。您说我乱扔了，谁证明啊？哎呀，年轻人，做人要实在。错了没关系，改了还是好同志嘛，啊？5块钱可不算多。我老太太每天这么辛苦，挣不了几大毛。别磨叽了，拿钱呐！不就一包烟钱吗？年轻轻的，你要是抽坏了身子，你媳妇儿不得跟着你受累？您还别这么说，要是都不抽了。您罚谁去？我罚谁？我就罚你这样的，少耍贫，拿钱呢。啊，我罚你啊，我是为了让你长记性，我这是治病救人。那我谢谢您了，您还是去救别人去吧。我救救你，拿钱。没扔。你个坏小子，拿老太太开心呢你！找死啊你！这桥离地面有多高啊？那不是标着呢吗？你想死啊？别管我，当心我赖上你。赖上我？我还想赖上个人呢，你愿意让我赖吗？别害怕，管住就行。没床，沙发也凑合。伙食嘛，咱俩搭伙就行啊。等我死了吧，家都是你的。可惜现在已经来不及立遗嘱了。哎，我这有笔啊。哎，真漂亮你！哎，你还欠着我钱呢。你这样讨债可有点不大仗义啊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跟上啊，小伙子，跟上，肯定有事儿啊！跟上，他
你想把它扔哪儿啊？哟，你住二楼啊？你还有这个毛病啊？是受你盯梢还是窥测啊？其实，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：有一种安乐的死法，我想可能对你有用。不过，你不想听，那就算。挺会找房啊，替房东看一个大三居，就能半价租人家一个小单元。我租的这个小单元可是在顶楼呢。那也合适，你不就每天进出楼的时候进去看一眼吗？又不绕路。人家就是信任我，哥你成吗？除非啊是个女当家的。我给你打电话关机，你不会是为了直接上门讨债吧？账目不还清就死，这可有点不大仗义的意思。我要是今天我真的还不上，你是不是打算不走了？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案。不过我得声明，在桥上遇见你纯属巧合，那时候我还没认出你来呢。嗨，这能折抵账目吗？随你便了。你喝什么？只要不叫肚子闹我的都成。怕闹肚子的就不喝，还怕肚子闹你？你长得好看啊。是肚子闹什么？人还能闹肚子去？你这人怎么这么饶舌啊？够乱的啊！心里乱，心里。别动。是宝贝，可不该搁在显眼处。你这人脸皮挺厚的。哎。曾经沧海呀、啊，这曲子还是箫吹出来有味儿，口哨糟蹋了。我想，它该是某个人的新曲。你想吹，就吹吧。
你这人挺神的，能看出一个人心里，不过也挺恐怖的。没错，我自己想想，有时候也挺让人瘆人的。我能听见别人心里的声音，在晚上，一个人。你不要说了，我惹起小米了。我怀疑，我到底是人呢，还是鬼呢？你别说。再见了，别走。不走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还是走吧。都这么晚了，让人家说闲话。你还怕别人说闲话？你这个人真不要脸。行了，我请你吃晚饭，感谢你给我带来快乐。哎，不过你得给我打下手，不能白吃。遵命。你这没什么可做的呀，自己买去，我这儿谢了。那不麻烦了，凑合吧。我这人没那么讲究。哎，啤酒管够啊。不过你得说出那安乐的死法，才能醉去。提醒你，别忘了星期五下午去办离婚手续。我妈得的就是这种病，一个月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人了。那年是他的本命年，本命年都系红腰带的，你们老家姓这个。今年也是我的本命年。我一般不打听女士的年龄。后来，大人就不让我看妈妈的样子，说人脱形、化疗、脱发。人变得跟鬼一样的可怕。你跟你妈给医学工作者出了一难题。我拒绝治疗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一头黑发。嗯，
秀发，我不怕死，死亡就是去见我的妈妈。妈妈在我心里还是健康时的样子。我可以接受死亡，但是不可以接受丑陋。没有太阳，还要白天干什么？没有光，哪来的影调？没有光线，怎么出来色彩？哎呦，同志，你还没有说出安乐的死法。我这心绪有点乱。先见之明，你少给我来！我还不知道你啊，打电话来显摆，我就知道你的选题有谱了。特牛吧这选题？签字吧。啊，片名我都想好了。我说走，你别送我。死算什么呀？从容面对，境界。今年的纪录片奖就报这个了。这是一个月的经费。够充足了吧？哎呦，谢谢头。哎，他一个月准死是吧？宽心吧，头。要是经费不够，还可以追加吗？够吃一阵子吧。脸有点白啊，灯光硬打。说说吧，又打什么主意？你这一整天又是凑合的吧？这可不成啊。可以拒绝治疗，但是不能拒绝正常饮食。从容面对死亡，但是不能主动糟蹋身体。客厅候着吧，甭惦记着偷我手机。哎，碗筷得你洗啊，一般饭后我就不动手了。帮忙沏壶茶，今年的头茬龙井，香。我看您这是要常驻沙家浜啊，你还是有什么企图直接做吧，反正我一个将死的人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就别老让我猜测你，心里没底。你掏。什么？火车票。我去拍片儿，今天晚上走，一个月才回来呢。我怕回来见不着你了，所以先来跟你道个别。谢谢。我没什么话要跟你说。
你拍什么要一个月啊？30天不见，想念哥哥是吧？一个月以后，或许人已随风走了。你不怕沾上晦气啊？芸芸众生的碰在一起，那是缘分。到时候我替你立块碑也是可能的，别拦着我啊！我听着你的话，像是盼着我早点死了似的。你对我肯定有什么企图。我这房子可是租人家的，你没戏。你不会是接着卖器官的吧？你，我这不是顺着你说话吗？你非亲非故的，顺着我说话干嘛呀？这茶怎么泡啊？气，还泡。气死我了！您别着急，我正给您找那个主编。上次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就照着我们主编去意见去修改就可以了。啊，没来得及给您。行。没事，哪天我们再约一下。没事。哎，文姐，你怎么把我这给挂了？正说事儿呢。哎呀，这样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再给拨过去吧。哎呦，占线。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文姐，这两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老心不在焉的？没有，下班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哎，那我这边事儿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明天见啊。好嘞，明天见。够黑的呀！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咱们编辑室再谈好吗？好，这样。手法不赖，经常对人下手吧？呀，哎呦，我可怎么回家见亲人呢？我可怎么回台见领导啊？我可怎么？你想赖就赖吧，谁让我齐小可打人了？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打过人。我可是从来没被人打过。
什么时候出去买的？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？早了，你睡的那叫香，紧捂着被窝。撒谎，我没有捂被子，我捂的是床单。你进我卧室了？我是给你带上没关严的门，看见的就一眼，顺便。哎，你怎么一喝就醉啊？女孩子家家的，真不让人省心。喝。也不行。喂鸟呢？你还没有说出你为什么没走呢？我看你不病非得饿死。你别说是没赶上火车。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给饿死。也别说是领导取消了选题。民以食为天嘛。更别说是拍摄计划变动了。算你蒙对了。随你编吧，就当我是在家里免费养了一只。我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何况这一碗还想剩。吃了这半截，你得的不会是传染病吧？我还想拉你做垫背的呢。出去以后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又没给你钥匙。你不会是溜门撬锁出身吧？撬什么锁呀？不锁。你居然敢不锁门，把我一人留在家里。那怕什么？进来人呢？你说过，没有可偷的。我呢？我一大活人。你不是不怕死吗？我也不想让人杀死。贼偷东西一般不杀人，我更不想被吓死。你不是还谢谢让我杀你吗？我那是说反话，那是说反话，我那是谢谢吗？是谢谢吗？你那么聪明的人听不出来啊？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？你盼着我死，你盼着我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怕你死，你盼我死。我怕你死，你盼我死。哦，对，我盼你死，你死了，正好，我拍下来，我拍下来啊，卖钱，我卖大钱，我卖不了大钱，卖小钱，卖盒烟钱。你还别不信，我这就拍。别看镜头，该干嘛干嘛啊。别跟我说话，别跟我笑，傻妞，这就开机了。静号，一。不说就不说，有什么呀？你也不能跟我说话。喂喂。镜头挺快，
该着我出活。快，快，快！我看你抓他，我看你抓他。你说咱们这干编辑的有什么前途啊？天天给人做嫁衣，到了自己落了什么一身的病。哦，还有这自行车。走吧，走。你不想进来拍拍吗？老酷。你先拍我。先把我坐在这里画画，哎，然后呢，再拍我躺在床上看书。哎，再拍我坐在床脚边听音乐，特陶醉的样子。哎，你先别拍，让我先摆好姿势，然后你再拍。哎，你呢？哎，怎么了？不拍了？为什么呀？多好玩啊！不拍不拍拉倒。其实刚才我也没有拍上你，我根本就没有上胶卷。哎，你拍摄的样子真的很酷哎！你不想问问我，刚才为什么想哭吗？该明白的自然明白，不明白的，说也不懂。听不懂。那就别听懂。你好酷哎，冷酷。你好，阿姨。你想试试我们最新研制的多功能梳子吗？你叫我什么？大姐，我们这个梳子啊，技术含量特别的高。我比你还大吗？小姐，小姐，您看您这秀发特别适合我们的梳子。你骂谁小姐啊？八成难看。不，我们走啊。起来，当道狗，拍你摄像机了。谢谢你给我堵上镜头，这一场可以转了。哟，看不出你挺厉害呀。
有人壮胆，我怕什么呢？狐假虎威。不能让你白赖在这儿啊！喂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帮忙按个铃，我补个铃声。弄虚作假。摁他！你转过来啊！我就踩着声音，剪辑时插着用。利用这个磁带，我拍个空镜。我拍你干嘛呀？铃儿响的时候，你是在卧室，这个空镜没准就用在这里。我算是知道你们了。别说话，我开机了。你怎么又打架了你呀、啊？多大的人了，你还打还打的？伤到哪儿了？这是换药了吗？哎，文姐，你早。哎，现在咱们俩去医务室换药去。哎呦，多麻烦呐！文姐，哎，文姐，哎，来了。不换药，你等着发炎啊！还不能把它摘下来晾着，你捂它干嘛呀？哎呀，疼啊！哼，嫌不好看就别逞能。你快点走啊，医生都快下班了。哎，刘医生还没下班呢。换下衣服就走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您别问了，快给他瞧瞧吧。拜托您了啊，我回编辑室一趟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您时间了。嗯，没关系。包扎好了吗？别动。哼，算你走运。嗯。昨天一坐着送我两条烟，便宜你了。哎，我说大姐，咱注意点影响，跟我这起什么腻？咱能不离吗？做梦！告诉你啊，等你伤好了之后，咱们俩立马去办手续。今儿啊，算你捡一大便宜。我不愿意让别人说好像我欺负你了似的。我不会诬告乱说什么的。如果你现在还想去，哎，得了，你忙，拜拜。下边。哎，够亮了。你说够了就够了，等片子出来我再补，啊，咱们大醉一回，再坚持坚持，坚持，坚持。要不要再来点？哎，不不，我可没那个意思。你还不知道我，酒这玩意儿，不敢糟践。记住，一定要拍出时间的痕迹。时间带牙齿的时间。服务员，买单。Thank you.
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，也谢谢你的签字。我们一直都充分尊重被采访者的隐私权，将来这书一出来呢，我一定会送你一本的。要知道，这个北漂现象是目前读者关注的一大热点。真的不需要我付给你务实费吗？没关系的，这个钱是有项目出的。你看我务什么实了？我不是没事可干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，我还真有点渴了。我听说女人喝多了啤酒，对身体有伤害。没关系的，我不常喝，是我丈夫爱喝，家里面备的多了，也就受了感染。也是这个牌子的，爽口。你是他爱喝的，我倒没有注意牌子。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莫名其妙的家伙。你还是要小心一些，当年是会复杂着呢。你们俩现在到什么程度了？小心他是个骗子。我觉得他就是个大骗子，不过他这人挺好玩的。反正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打主意的地方。啊，垃圾我帮你带出去吧，看你身体虚的。不用了，搁着吧，回头他会收拾的。在这等着。大姐，我抱你去呗。等着。便宜你了。谢谢大姐。你不过期了。你俩拉倒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大姐，我不是过意不去，我模仿你做什么？你卡这么多，你。那就把垃圾带下去吧。别动！你不会把我画成一大灰狼吧？美的你，充其量你也只是一只出馊主意的老狐狸，还是瘸腿的，哼，狐假虎威。小瞧我。该出手时照样出手，大尾巴露出来了吧？哎，
摄像机你不关了？别动，弄坏了赔不起。切，你不怕费磁带你就录吧，我有带。行，玩出品味来了哈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才高八斗，人面桃花呀。郭奖，郭奖。哎，你可得伺候好了你那位病美人，真不知道仁兄还好这一口。行销鼓励，身无疑影，神色飘忽，声若游丝啊。樊律，樊律，尝一口异味不要紧，可别沾上鬼气儿，弄涩了舌头，受不得人味儿，回不了口，到了连自个儿的身家性命都给搭上，那您可就赔大了。多谢多谢。你支支吾吾什么意思？我只是看在还剩下的那么一丁点的夫妻情分上提醒你，别没脑子的让人家给坑了。那是，那是。我就说嘛，您哪能真抛下兄弟不管呢？少顺便旁啊，这是两码事儿。不过我们可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办理离婚并不等于离婚，正式履行手续之前，最好还是约束好自己。那不会，那不会，我这整天忙得跟……行了，你不用急着表白，好自为之吧。那好，我哎，挂了。你不会就在他边上吧？这么支支吾吾的，要辩解又心虚的，你怎么就那么不要脸呢？你就这么几天的功夫就熬不住了？我还苦苦的守着这个破家，等着你这个大骗子。好，算你狠，明天咱们就去离婚，一天也不拖。一天也不。送过来，他应该早有症状的。嗨，问你呢，怎么不说话？你到底是他家人还是记者啊？都是，都是。哎呦喂，我的姑奶奶，
我这儿可搁着几十万的机器呢。你敢不锁门？那可是公家的。我不是在家吗？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不会喊人，不会打110啊。切，就你这破玩意儿，谁稀罕啊？少皮无毛的。哎，别拿豆包不当干粮，那东西里外都是粮食。我指着它吃饭呢。饭辙，知道吗？都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，还客气啊？今晚上都有谁呀？是那些美女作家吗？他们的书啊，我就不用看了，见见人还行。就你们家两口子，这不是感谢的饭局吗？哎，你别说姐，这屏幕上一整，呵，那世面上一叫苦。对了，姐，用去电视台接咱姐夫去吗？你嘴抹了灭了，左一个姐夫，右一个姐夫的。走吧，文姐。姐夫不来了。啊，行，那走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里边请。哎呦，这半天儿你就不说把排风扇开开透透气儿，多大的要门这是？我这是内服外熏，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你这样的，别闹，乖了。来，文姐，吃个虾。宣传费是文姐代收还是？当然是给我了。他又没出力，是我找他们制片人帮的忙。要指着他呀，黄瓜菜早都凉了。大姐呢，先领了这份情谊了。回头啊，我求你帮忙的时候，你可不许掉头不认人就成。哎，哪能呢？那我回头可就跟姐夫喝了去了。哎呀，这年头啊，还是抓畅销书啊有油水。文姐也想当没品位的编辑了，还是让我一个人堕落吧。既然大家非要说这就是堕落，杨丽的生日，有人给你过。我专门挑了你任丽的生日，给你送个蛋糕。大爷，太谢谢你了，难为你能找到这个日子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怎么私自学会摆弄机器放相啊？哎，这样磨瓷头。你这拍的什么呀？
撞俩鸡。你还好这口啊？什么叫好这口啊？职业特点，敏锐。狗知道吗？狗一样的嗅觉。特过瘾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说，这也是你的作品吧？真是作品，妹妹，这拍好了，绝对有市场。你们什么都想卖钱呢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不是，你笑什么呀？我们是有点香香，哎。但是，我们卖艺不卖身。我不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，可是我知道你们正在办理离婚。如果有一天你们……美女，哎呀，你的书你放心吧，这个月绝对给你出了，好吧？只是这个利润，特别重要的一个业务电话，您先吃点啊。只是这个利润呢，可就不能像上次那样了，真的，你得怎么着也得给我加点吧。不是我要加你这个钱，是别人。哎，你也知道嘛，我帮你办这个事儿，怎么着也得给上面塞点钱呢。磁带到头了，你拍我也是为了钱。是，也不是。开始借故出差，改日程住我家，都是预谋的，是吗？是的。给我垫付住院费也是。不，不完全是，因为我绞尽了你，也就是拍摄对象的生活。创作者参与了，也就是干预了，就不再是客观真实的了。我总是管不住自己，我可能真是成不了大器，只是有点小天分。这是你老婆说的，是吗？我猜得出。那天电话里的人，应该是你的什么人？不错，他说的对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拍。为了你的坦诚，我不想失去这么一位朋友。可是。那天电话里欺骗你老婆，我难过的心疼。你知道，我那是不想。我不想说你错，我就是难过。
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谎话呢？既然你正式同意拍了，要不咱签个协议？你别整个事儿上了导人胃口，我不后悔，全当我是公开死一回，给全国观众看了。林鸟也唱一曲和毕母做斗争的生命之歌。大清早就跟闹耗子似的上蹿下跳。喂，哦，没说你，说我们家耗子呢，现在还和我瞪眼睛呢。是啊，没错，阶级敌人是一定不会得逞的。这话是谁说的？老库。你怎么知道是老库喜欢说的？你认识老库吗？喂。你是谁呀？喂，喂，喂！一定是那个出版社来采访北漂，写什么狗屁书的女人，那就是你老婆，假模假式的。瞧你那点审美。你这话可有点刻薄啊！你凭什么把我家的地址告诉给你老婆？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你臭显摆呀你！显摆你有情人了是吧？闭嘴，没人听你解释。你好让我失望，我开始鄙视你了。不。我现在很同情你，我十分之同情。你不是男人，你不够胆，你别做不服的表情。够胆你来，这会儿，现在，我成全你。拨通电话让他来听听，他嘴里这个一文不值的男人还是个好样的。做了就做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我都只剩下半条命，你还想谋害我？你要了我命吗？你这土匪！我把机器关上。录吧，多煽情的！我不告你情绪，
不关吗？还是关上吧。不是我告诉他你的地址的，尽管我对你什么也没做。我没有说过让你走。我们签协议，我正式接受你的拍摄。但是说好了，不能干涉我的生活。不需要是吧？哦，好，麻烦你了。下班的啊，我在写，啊不，我在看稿子呢，家里面电脑坏了。啊，走的时候想着把灯关了，锁好门啊。哎，都知道占单位便宜。您是默人公司陈总吗？我在网上看到贵公司发布的帖子了，我有能力成为贵公司的编外创作人员。我想知道贵公司在经济实力和
和发付酬金方面的承诺。哦，那就好，活多，钱多，市场多，三多，什么都可以托，从来不托付酬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想看看我的作品，看看我的水平啊。我的作品现在已经早已被你们认可，现在变成产品了。我叫齐小柯，你们有钱不付酬金呢？我要是不打这电话，你们还不接。我希望陈总堂堂一个男子汉，不要赖我这么一个弱小女子的小钱了。喂，喂，喂，喂。要多少？四张。我这人最不忍心就是看到女人流泪。中药按处方拿，西药也得按处方拿。谁换掉这两种药？我，啊不是大夫，是我自己划的。我先吃吃看看。不配合服用可不起作用。省啥钱不能省药钱？这也有偷工减料。这就是我的老家。小时候，妈妈经常带我来这里玩。我记得那条河可清可清了，连河里的鱼都是透明的。
肯定会有一定读者的，但是为什么要在别的出版社出版呢？啊，不是我怕麻烦啊，文姐。我不想让人说我假手工作之变的闲话。这本书呢，是一本追求艺术的书，我也不想隐瞒这一点。不至于吧，文姐，家里还指着你挣钱。那我可就直说了，文姐，就这些内容和写作方式，回本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肯定上不了万册，这你比我更清楚，这意味着什么。嗯，你说。我想，可能是素材不足的原因吧，分量是有了，思考解析的也足够了。就是单凭这些也不足以支撑发行销量，对吧？现在更多层次的读者更喜欢读到人物故事，最好你再去找些实例来，最好是煽情的，有命运波折的。我能问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吗？我很在意他能够给我们家带来的稿费。顺利拍摄，头儿，一切按照我们的步骤顺利拍摄。周期，周期，我知道。不过，不是经费，我是说，算了，没什么。我想啊，不会超过一个月，绝对不会。他经济紧张，基本中断治疗了。开玩笑，我能投入感情吗？小看我。谢谢头儿。现在无论如何不能介入，恪守纯客观记录准则。他去世以后，咱们栏目可以出资协助料理后事，这可是您的原话，我记住了啊。那行，拜拜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嗯，帮我搬一下吧。你就上几楼啊？七楼。七楼这么高、啊，一层楼一块。送关费我已经付了。你那是送到楼前，上楼另算。送关你不送到家里，我又不在一楼下做饭。哎呦，现在都这样，大姐，都是上楼另算，这你怨谁呀、啊？你又没有提醒我，我以为你是要的。你这位大姐真有意思了，我干嘛提醒你呢？掏钱吧，要不你自己练练，也尝尝我们劳动人民辛苦。给我搬下来。这行啊。哎呦，你轻点，别砸着你。哎呀，我说的大姐，咱商量，要不这样，我绕一两层楼，一层楼一块，两层楼两块，七块钱我收你五块钱还不行吗？
你这位大姐真是，我怎么给你说不明白呢？哎，这白给你。哎呦，我可逮着你了，闺女，老也敲不开你家门。把上个月水费交了吧？哇，怎么这么多，大爷？有偷水的，这分水表的数啊，加起来合不上总水表的数，这差这个数字啊，就得平摊。可是我们家没有偷啊。我也没偷，闺女，你是个文化人。你给大爷出个主意，这水费该怎么收法？可是我们家就我一个人，我也用不了那么多水呀。按说你一个人是吃不了这么多水啊。水不说俺家的好哎呀哎呦，啊嘞嘞嘞，啊嘞。你们有钱吗？你们怎么跟张琪？
欺负人吗？干嘛呢？你是干嘛的？你干嘛的？所以谁用你的作品了？你的作品就是垃圾，谁用谁倒霉，早就人用垃圾筐了。赶紧滚滚滚滚滚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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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干嘛的呀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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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什么呀？经理出人命了，怎么办？经理，给他们点钱，叫他们滚蛋。给你钱，赶紧走，走。又挂彩了，悠着点儿，哥们儿，这会儿我都快被你甩成鱼竿了。我说怎么这么晕呢？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坐板车？医院，给你挂急诊去。我这血了呼啦的，打不着出租车，你就将就吧。回家。你没事吧？掉头回家。你这老晕，我怕出事儿啊。还有比此更重要的事吗？那我这脑袋还写着呢。那我不能再给你抱一回啊，我又还没有到病入膏肓不中用的时候。那得，师傅，咱回。慢点，慢。把钱交出来。你真晕车。镜头啊，就你这破镜头还要拿去拿奖啊？谁破镜头啊？也不是哪混蛋给了我一茶杯，我忘关机了我。哎，别动。说实话，你可不像这么有分量的女孩。哎，我才发现你的声音好性感耶。哎，我不活了。其实干你们这一行也挺不容易的。嗯，知音呐。不过也挺招人恨的。哎呦，砸死人了。老库，老库，你跳闸了，快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我醒来的时候，你路上了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大概一分钟。不，应该三十秒。我够配合了吧？谢天谢地，从太阳一出来，我就不间断的开机。这盘带子，我已经洗录两遍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早上就能醒过来啊？预感。可是，我已经梦见自己死了。梦都是反的，打小我姥姥就这么跟我说。哎，一盒袋子换你一个睁眼的镜头，值了。你要是再不醒啊，我这电池也该没电了。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，等待。那你也太不敬业了吧，都能睡着了。哟，他可太敬业了，换这瓶药的时候还大瞪着眼睛守着你呢。他是守住他的机器吧。醒多久了？一会儿。感觉好吗？还好。九点钟大夫查房时，你最好别追到跟前拍啊！哎，好。原来大记者也有不受待见的时候啊！不受待见大。谢谢你救我回来。如果我能好起来，你还会继续拍我吗？哎，我把充电器搁哪儿了？哎呦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地良心的头儿，我真不是主关节弱，也绝对不是额外要钱。要想追加经费，我就明说了，咱走正当手续啊！实在是素材拍的不够亮。他要是现在就，啊，比方说呀，比方说他现在就病逝，你不会说前面就白拍了，就干脆做不出来了吧？作为一名出色的编导，得有随时应付一千种可能的素质。你不要动不动就光打着追加经费的主意，要不是个人就干编导了啊！要你干嘛？你别着急呀，你急。我急，我急。你看啊，咱抓到这么个题材不容易，他现在正合作的欢呢。镜头面前自然的一塌糊涂，后面正是出戏的好时候。嘎嘣，人没了，你说多遗憾呢。这些天拍摄的虽然量少，撑不起一个丰满的片子，可伏笔都埋下了。我心里有数，后面就是接二连三的呼应了。行了，你别给我忽悠了。臭小子，这些天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正儿八经的干活了，光泡情了吧？刚才我进去根本就不让我搂一眼，就把我推出来。不是一病美人吧？嗯，不行，待会儿我得审一眼去。哎，得得得，您呢，还是最后审片子吧。说正经的，我是今儿上午去栏目领钱，还是下午？头儿，我这跟您请示呢。谁说跟你钱了？我说了吗？他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已经晕好几次了。昨天送来的时候，大夫明确提醒，再晕过去，怕就回不来了。他始终就没正经治疗过，而且治疗心态很消极。不瞒你说，就这次醒来，才对生命有了依恋。是因为你的原因，
这个转机是片子里多好的一个篇章啊！这才是第一个回应，今天开始等于进入秋季，一个一个收获了。只要咱们给医院付清他这次的医药费，就能换来他足够给予我的镜头。咱们无非是拍摄周期拖长了些日子，多少追加了一点经费而已嘛。没这规矩，咱要是拍谁就给谁钱，那栏目早都赔他了。想想看还有别的辙吗？就此一次啊，你要一万。顶多给你五千，剩余的自己想辙吧。六千不行吗？昨天晚上我自己垫付了六千，你总得把我这部分给兑出来吧。得得，算我没说。五千，五千，咱现在去领。那个女孩你认识吗？还站那儿半天了。你是我什么人？老跟着我，你跟个小丑一样跟着我有意思吗？你现在怎么不拍呀？你接着收获啊！该抓的都没落下。嘿，看着点！我瞎你也看不见啊？对不起兄弟，咱们一样一样，出门还是带根杆吧。你今天让我感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恶心。我该说你坦诚，还是说你不要脸？我不能干涉你的个人观点。可是你现在已经干涉了我生活，你知道吗？你拿着我当猴耍，你拿着观众当猴耍，你们摆出一副真诚的面孔，背地里干的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勾当。精辟，眼毒。我们现在不叫创作，叫运作，千万万千不能够忘记了可操作性。哼，哼什么哼？现在就我一傻鸟还在干这个，耍猴，耍我自己，我小丑。我颠颠的给人拿药，我有病啊，我孙子呀我。扔了压得了，爱死不活，死了清静。你别捡，你给我哥呢？你敢捡？你敢给我捡回来，你就是孙子。嘿，你个孙子，你给我回来！敲动。你其实在违反我们的协议。我自己的命我自己说了算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拍你挺没劲的，你不再那么吸引我了。
嘛呢，文姐？哟，大月呀、啊！嗨，我在等一个被采访的对象呢，是北漂的。哦，得抓紧进度了，人家那边催稿呢。哎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开车慢着点，别喝酒。哎，得嘞。换瓶装了，闲得无聊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只抽十支烟，监督我啊，光荣的任务。第一天。先悠待一根，以表彰励志勤俭持家的好风尚。被监督人，要我帮你点上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出去锻炼锻炼，开吗？又抢活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说文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借给我呗。哎，你的命美人不自重一点啊？我听上去人家可是挺看得上你的。告诉你，你给我听着。老库推荐的人不错，我们很满意。怎么样，再接两集吗？别说两集了，就是再加两集也没有问题。哦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
还能顶住这口气儿吗？再来瓶啤酒。不，小二。给我一支烟抽行吗？行。谢谢您大爷。不谢。哎，干嘛？都说他俩是假瞎子。你呀才瞎呢。门给你留着呢。饭菜都在锅里，应该还不凉，你将就着先垫吧垫吧，我的手啊也腾不出来给你热了。待会儿等这一集杀尾，我请你出去吃宵夜。哦，不着急，你忙。忙。这冷不丁的不拍我了吧，一下子又觉得安静的像个家了，你不觉得吗？特开心吧，你赢了，我破产了，兄弟佩服。其实我挺留恋那台机器的，有一阵子我都把它当作是咱家的一款家电了。别着急，过两天他会回来。你想住就住吧。
起妈妈吗？什么？我挺好的，妈妈，我就是挺想您和爸爸的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好，你不用惦记我，嗯。好了，妈，先这样，我挂了啊。你是在等我吗？哦，我是顺路给老顾送几件换洗的衣服。你不知道他离开这里已经好几天了。是吗？看来你也是好上这一口了。我这是给他买的，他说他还会回来。那就麻烦你把这衣服送给他，顺便告诉他该交房贷了。家里的兰花长得也挺好的，让他安心在这拍片子。他会去哪儿呢？估计是酒吧，或者是电视剧组吧。我没有说过要去找他。就差两秒钟啊，就过了。你看，还得来一遍呢。啊，刚才谁喘气了？哎，刚才谁喘的气儿啊？谁喘气了？行了，长度差不多了，改拍全景吧。那好，现在大家都归位，现在都拍眼啊，跟刚才一样。大家听清楚了，现在开始拍全景，所有尸体一定憋气30秒。我说开始就憋。憋住了，咱们争取一边过啊！我说停再传，所有部门注意了，现在准备开始。停停停，开什么始啊？这还空着呢，人呢？赶紧上去填这空。你看看，过来看看，看看，这人都用上了呀。不不不，导演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这到这串着玩来的，您别打我主意啊！就躺下再玩一回吧，哥哥。就你了，上吧，兄弟。话说，给老郭捯饬上。哎呀，你说我没事到这儿消遣什么呀？玩大了吧，哥哥？导演，只露身子不露脸啊！拜托了，兄弟，切割式构图，把脸给我砍出去。行了行了。哎，导演，安排好了，可以走一遍吗？来，现场安静，准备。哎，那谁呀？赶紧趴下，化妆的，怎么没化妆？赶紧去化妆。
也揭不开锅了。别动，是我。小声说话没事儿，只要别动就成。咱们在画面的最远处，一个点的衬托就半拉升的。啊，切割是构图嘛，表示画面外边还有很多。你画画的应该明白啊，别笑，笑带的身子动。你就挣这钱了？知足吧，这比川士兵跑来跑去，累个贼死强多了，给钱还多。这是停！大家原地别动啊！哎呦喂，这子弹硌死我了！哟，进戏了，没给你这尸体规定情境啊？好演员，我要是导演呀，一定用你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来，先给导演印一个。姚明就是不能运着球打，运着球打就要出问题。你无论是走步也好，被对方把球撞了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犯规，球速太高了，他动作幅度太大，这漏洞太多。对，他因为他高呢，他整个移动的速度也是慢。错，什么调？留着臭嘴吃野味去，少跟我这起腻啊！我就纳了闷儿，这女人离了男人滋润，咋就变得水灵了？你说？哼，看来呀，这野味吃多了也会腻了口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有话你就直说呀。说我老婆变漂亮了呗？不行啊！哎，老老实实站那，规规矩矩的。好好听着啊！房贷我现一块垫付上了，但是不等于你不归还。记住了，到时候不许抵赖。那不会。嗯，这我相信。这钱呢是拨给你专款专用拍片的，看在夫妻的情分上，你就不用还了。不管了，还。反正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做妻子的，我算尽了情义了。感同身受。哎。
到时候啊，我也一定好好去感受一下，说不定啊，可以为你撰稿呢，一定会锦上添花，倍儿煽情。我的素材啊，很充足，而且很生动。这次杜绝解说，完全用同期声，用镜头说话，纯粹的纪录片。喝完咖啡，赶快走吧，我还有约会呢。放心吧，我两天后一定交稿。我这两天实在是身体不舒服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我好好写，让我好好也想一想，两天后一定交稿。叫魂呐，姑奶奶还没死呢。这位姑奶奶，这儿有样宝贝，我想是您居家最需要的。它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制出来的新产品，它集中体现了最人性化的设计和最实用性的特点。它的长处是，它是时尚的消费，消费的文化，它的普及将是迅雷不及掩耳的。您开开眼吧，您一定看一眼，想两眼，看两眼，想掏钱，想掏钱，我不干，我不干，你不依，你不依，我不干，我不干，我吃什么呀？放心吧，我思路通了，两天后一定交稿。你还回来呀你？哎，电话没挂好。喂，你拿出来吧你。你长这德行，七八。
村姑，群里少年年间曾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，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啊，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啊，把摄像机给我，我这拍着呢。把摄像机给我，我这拍着呢。你把摄像机给我，你扮小鸭子，你扮小鸭子。小鸭子，我这一脸毛哪像小鸭子呀？小鸭子才有一脸的毛毛。给我摄像机。哎呀，你快给我摄像机嘛！快给我，蹲下。哎呀，真是我反了。反了，背身停，预备，走，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，我每天放学跟着他们到池塘里，小鸭子向着我呱呱呱地叫，再见吧小鸭子，我要上学了，再见吧小哇，再见吧小鸭子，我要上学了，再见吧小鸭子，再见。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哇哇，这边哇，这么多，哇，好多鱼啊，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大山，小树林，还有这清澈的小大哥，谢谢您支持我工作，让我看到了第一手资料。等我输出完以后呢，一定请您喝一杯，您可一定要光临啊。好啊。哎，叫老库给我打电话。
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害怕，我就跟来了。我想他约你出来，肯定跟我有关系。我说过，我会回来的。不是小 DV， 而是真正专业的、上讲究的。明儿咱的家电就完璧归赵了。你也赢了，我们拍你现在的日子，记录生命的鲜活，而不是死亡。你答应了。你想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答应你留下来拍我吗？受我蒙蔽呗。我寂寞的实在怕了，我想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有人来陪陪我。后来又想夺下一个美丽女人的男人，她其实长得挺漂亮的，我有些妒忌她。他死了，他把萧留给了我，我和他
都起来。哎，干嘛呀？大前一天的不让人睡个好觉吗？这谁干的？哎呀，什么呀？哎，这不就是一本书讯吗？哪个出版社出书都会做宣传的。那也得看是什么书啊。什么书都得做宣传，不宣传怎么卖呀？我们喝西北风啊。我是说，你凭什么写这本书啊？写他，写齐小柯，你经过他同意了吗？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认真回答我。你都写了他些什么呀？你拍什么我就写什么了，我都看了。小磁带是自己在家里欣赏的，大磁带是从你们台里借着看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老公拍的真挺棒的。其实我鼻子都算过好几回呢，所以后来我想想，不再和你闹了，和你过完这辈子，为的，你就是个钟情薄利的男人。你可是挺重利的。这本书的稿费抵了小柯的丧葬费，你的拍摄，还有咱们家的摩托车。肖呢？我的肖呢？没看见。好了，当泪水流干，就不再想太多。我却骗不过自己，除了回忆还会有什么？我的眼里流着你的泪，也不需要谁来安慰。你已出卖所有的小美，承受这苦涩滋味。我的眼里流着你的泪，谁又为谁而变纯粹？剩下这片孤单的泪水，足以让我独自去喝醉。我的眼里流着你的泪，也不需要谁来安慰。你出卖所有的伤悲，让我承受这苦涩。剩下这段孤单的泪水，足以让我独自去喝醉。就让它散了吧，去高飞。